乔乔，你别想我，乔乔，来人呐！等一下，乔乔，乔乔，你醒醒，乔乔，医生。先生，你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包扎一下吧。不，我不走。那些虔诚的愿望都变成奢望，悲伤如波浪，将自己捆绑。曾经爱过的回忆都是小小，你一定不能出事啊。陆总，陆总，我甘愿被你烫伤，我的心只有容纳你。病人羊水破了，必须马上做剖腹产，而且他在送来的路上就出现多次心力衰竭，现在大人和孩子都很危险，只能保一个，你们必须马上做出决定，保谁？孩子不能要。你别激动，小乔，为什么不能要孩子？为什么？乔乔，你别激动，孩子真的不能要，乔乔。不行，不告诉你陆景年，孩子必须留下。爸爸，妈妈说他没事了。宝宝还好吗？你这个做爸爸的，差点都不要他了，现在反而关心起他来了。对不起。爸爸一定努力找到一个好好保护你和妈妈的方法的。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也会延续我们的这一份幸福的。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什么情况，求求你保住孩子。不可能。今天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乔乔，对不起，我要食言了。包大人，好。哥，我给你买了点吃的，你多少也吃一点啊。乔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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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乔乔，乔乔，醒醒！他血液中含有的安眠药成分特别高，胎儿已经没有胎心了，现在只能立马做引产手术。你赶紧签字吧，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我当初就该坚持不要孩子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对啊，陆总，你多少也吃一点，如果连你都倒下来的话，那乔小姐肯定也活不了了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恭喜，是个男孩。
乔乔呢？病人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，如果一直昏迷不醒的话，恐怕